大脸啊，你过来一下。你们女孩子都喜欢收到什么礼物啊？万年单身的金老师有女朋友了。每天晚上约了一个女生烛光晚餐，包在我们身上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漂亮啊！为你特意打造的。谢谢，我好喜欢。其实我是从游戏《我的小家》得到的启发，消除这些相同色块，得到金色的买家具。哦，不是，我就按照你可能会喜欢的家具，去给装修了一套。你喜欢就好。快来下载游戏，和我们一起装扮可爱的家。